大爱全球新闻，专业气象团队运用气候大数据，以科学方法预测台风路径及影响范围。因为这整个就是一个大低压的一个环流带，现在南海北部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这边有比较及时预警，提醒大家做好防灾措施，减少灾害损失。只要大家用路人哦，台风天要小心安全。大爱电视关心您。